这世上的事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因为你想跟谁好就能跟谁好。这么大量都是追星的人，都跑跟我说好的，你去去新疆，结果自己跑了，说跟我写信，到现在是个字都没见。那你准备咋办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昨晚听县长的宣传，觉得应该去福建，但是挂心得宝，万一他写信叫我去找他咋办？我要当他不是绝情人，就等他吧。那他不来，我又错过这个机会了。淑华姐，你说我咋办嘛？说实话，我都想去。听说一个月能挣好几百，在咱这政府上班的人都挣不了这么多。我就是拖家带口，不然我也去了。姐，你也是可怜。可怜？可怜不可怜的都是自找的，人要想不可怜就该活明白。要我说，你想去就去。至于你和德宝的事，就和我和德福一样，有缘则成，无缘也是白等。可能姐大你几岁，和你们年轻女子想法不一样。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这世上最重要的是争气，让家人过得更好。让姐说，你先不管德报，自己出门挣钱见世面最重要。